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辅导，苗栗县政府主办，竹篮镇农会承办的农特产品展售活动，2018竹篮水果庆丰年暨苗栗县农特产品展售活动开跑锣。展售主角是苗栗县当季盛产的优质高阶梨、巨峰葡萄，还有苗栗县各乡镇各具特色的农特产品及有机农产品。自此展售活动规划了免费主题水果品尝、消暑圣品冰梨莲子汤、有奖征答及限量先享农打卡送水梨，同时也推出许多限时限量的优惠促销活动，内容丰富可期，不容错过。中元节前购买优质农特产品是最佳选择，热烈邀请大台北的市民朋友们多多参观选购。活动时间地点107年8月19日星期日10点18点，展售地点台北希望广场，台北市林森北路与北平东路交叉口，竹篮镇生产的优质巨峰葡萄。翻摄自脸书。